做乜今日卡洛斯打翻條呔咧？因為咧，今日我哋去有獎攞，咁咧而家咧我到去咧就有同事嚟揸車接我，去邊度咧？去科學園。今日我哋攞個獎啊，好重要啊，好厲害噶！一陣間報告俾你聽。通到咗啦，嚟上車，嗨！科學園喺沙田白石角咁樣。志源咧，之前咧，我哋學校咧就參加咗呢個第24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咁就係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所舉辦嘅。而我哋咧就得到一個最優秀 STEM 學校嘅獎項。哇！呢個獎項含金量好高嚇，一間再詳細話俾大家聽。我哋而家嚟到呢度係科學園嘅第3期啊！今日嚟參加呢個頒獎典禮。Hey, hello. 海思老師，我哋校長。今日幾大嘅場面啊！今日呢個頒獎典禮啦，好冠冕堂皇啊！多學校攞獎，而我哋學校咧就攞咗呢個中華基督教會彭李立芬紀念中學係攞咗呢個中學嘅優秀啊，優秀 STEM 學校獎啊！香港區頒獎典禮正式開始，請大家一齊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主禮嘉賓進場。首先有请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苏志奇博士 BBS MHJP 致欢迎词，有请苏博士。首先我谨代表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欢迎各位莅临第14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嘅颁奖典礼暨全国赛香港区嘅颁奖典礼。今日我哋非常之荣幸邀请到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 JP。和香港科技園公司人力資源及行政總監馮舉士百忙之中來到出席一個典禮，還有我們的大出的評判在前面這幾份，我們評判和我們的客運機構、我們的專項獎的制度機構的代表，以及參賽校的老師、家長、同學百忙之中出席，共同見證
香港青少年在科技創新方面的成就，一起分享獲獎項的喜悅。各位的獵能是對所有參賽和獲獎同學的最大的鼓勵。想畫幻想畫都比賽都有獎攞，小說都有。小說呢個好大型嘅科幻小說嘅獎項。係咪而家逐樣逐樣頒獎？有一啲係發明啊，有一啲頭先啱啱頒咧係嗰個幻想畫，甚至科幻小說都有得頒獎，即係都係一啲創意嚟噶嘛。獲得數理及工程初中組一等獎的同學是來自萬金柏球書院的楊婉婷，準備去排隊攞獎了。校長都嚟緊了，校長嚟緊，我哋排隊攞獎。獲得中學組優秀聽學校的是中華基督教會合理禮班紀念學校，請得獎學校代表本台上台領獎。恭喜兩間得獎的學校。
日咧可以喺教育局長手上咧得到呢個含金量咁高嘅獎項咧，真係非常之榮幸。第一年去到藤地利芬中學可以有咁嘅成就咧，都令我非常鼓舞。好啦，今日我翻去到呢度啦，我係卡洛斯，喜歡我嘅視頻嘅，請你關注、點讚同埋轉發開啦，拜拜。